再忍几天啊，28号来，推荐推荐。哦哦哦，晚上一样有02医院的赞助赛哦，大家先设，要找个时间赶快把 QQ 弄一弄。我这是自己跑出角落，有想法，纯粹是按错了。今天吗？不是礼拜四吗？什么礼拜四？赞助赛呀！礼拜四闹什么赞？礼拜四是14啊。今天的进入困难，02医院呐、啊！我刚是踢到什么鬼了？你刚刚压到我的小脚脚跟是不是？小脚脚，我刚刚是压到脚跟吗？你脚是短了，太夸张！我想说怎么会打到？好力打，这就难说了。玩02医院的人多。肯定很强，最强的话，哎呦喂！哦，哎，那个重拳是不是加快了80？哦，耶，超级鸡马的队友来了。礼拜五啊，超级鸡马。礼拜五要比赛日。对对对，有活动。鸡马要比赛。哎呦，超级鸡马要比赛，你死嘞啊 ！PS4 一台。哎呦。对啊，你要赢的要出啊。哎，一直讲话就死。啊，对面一直。对面一直在很冷静。哎妈，继续跟他讲话。啊妈，两只血多的，一个1050，一个1100。玩的是鼻血多的啊，你血。鼻血多。哇！中段变慢就还有救了。哇，那不理人的，我反应比较慢而已，你是嘞？我跳重脚，跳重脚打不赢你，这么优秀哎！要晕了，死啊！致命中断，哎，致命中断没有中，久放多文具，礼拜五有活动，看他还居然还流气，我要弄死他！拿你1100，我弄不死你。先打你700，先打你300。好，好，血量差不多了，小心那一拳！哇！啊！好像不会晕。致命中断！致命中断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们那么大师干！啊！我致命中断！你还是那么大师？你中了致命中断！干这猜中就死，真是很难玩哎！什么难玩？这一版变难玩了？哪有你？明明就赢。